大家好啊，咁啊，终于嚟到我哋嘅第一日啦。咁啊，一朝早就冲咗个咖啡先啦。咁今日我哋嘅路线咧，就系由台北踩去新竹。咁我哋就唔系行台一路线嘅，咁而系台六十一。咁点解咧？因为其实就少好多红灯啦，可以踩快啲。同埋咧，台六十一咧就系近海边，咁啊风景就会比台一靓好多啦。咁啊，行出咗酒店冇耐咧，因为始终呢度系台湾嘅首都啦，咁啊一开始就已经感受到台湾嘅感觉啦。咁我就叫呢啲做机车嘅路孔啊。咁我哋第一时间咧就点都要去个台北车站打个卡先嘅。咁啊，后屘翻香港先知咧，原来呢度系车站嘅背面，咁所以劲难影相。咁我哋睇下站前面嘅情况啦。咁啊，但系都唔紧要嘅，我哋去呢个站嘅机会咧系好多嘅。咁啊，喺台北车站咧，咁啊，除咗影相之外咧，其实仲有其他任务嘅，咁就要绑翻好我个袋啦。咁其实七年前咧已经面对过行李嘅问题啦，咁啊而家又嚟多次。咁其实系个袋个 size 唔够大啦，结果我就放多咗个背囊喺上面啦。咁个背包咧就系咁跌嚟跌去。结果咁多日嘅旅程咧，都系咁要拨翻个袋去翻正中间，咁我同阿希都觉得非常之麻烦嘅。有没有绝招啊？正式进入我哋嘅新北市啦。因为咧台北交通就非常之繁忙，咁所以咧我就拣咗行大道程单车径。咁就可以避开繁忙嘅交通啦。呢条单车径嘅特色咧，就系风景非常之好。咁但系当然会比较慢啦。台北嘅单车径咧，其实就唔系话非常之阔，咁啊亦都多弯嘅。咁如果唔系以游客嘅身份嚟讲嘅话咧，我谂我都唔会行呢边。跟住 GPS 就行咗条小路，咁啊好惊之后都系骨头路，但系最后咧尾咧都系可以行翻去单车径嗰边嘅。车，
应该啱噶啦。不要问，只要信。未出台北都已经望到啲咁好嘅景色啦。其实环台都系为咗睇呢啲风景嘅。咁啊，对面岸右边咧就系社子岛。踩出我哋单车径啦，咁而家睇翻咧，其实我哋用咗一个半钟先完成咗呢个24公里嘅路程，其实非常之慢嘅。完啦，单车径。咁环台咧，荡失路咧就唔少得嘅。咁啊，我 GPS 画咗嘅话咧，就唔代表条路就一定行到啦。咁其实我哋打算行台日十六十一路线，而唔系多红绿灯嘅台一。
咁啊，后屘之后咧都兜得翻出去。如果唔系嘅话咧，我哋咁跟住路线行嘅话咧，就系上咗高速公路啦。终于见到我哋嘅海边啦！到咗我哋第二个景点啦，呢度咧系代表我哋进入咗桃园市嘅象征，同埋亦都系我觉得风车最靓嘅景点之一。2016年咧，我都有停过喺呢度影相嘅，咁但系嗰阵时落雨咧就冇而家咁好睇啦。天气真系好热啦，咁啊水都见底，咁结果我哋就去七仔补咗个水先，咁然后再去竹围渔港。
呢条桥咧就叫做彩虹桥，咁啊过咗呢条桥咧就可以去到竹围渔港嘅。咁以台湾人嘅角度嚟讲嘅话咧，呢条桥就应该系一条好普通嘅桥。咁啊入咗去竹围渔港之后咧，就有个好大嘅街市之类嘅嘢啦，咁啊就冇乜特别嘅。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景点系可以跳过添。之后因为天气太热，咁我心跳又落唔到去，结果咧就要停低喺个隧道度等心跳由160落翻120先可以再踩。咁热嘅天气，其实喺香港其实应该都要起码踩一两次适应下嘅。咁所以我要系咁同阿希讲，头两三日一定系最辛苦，因为未适应。可能你问啦，点解要七月呢啲咁热嘅月份去？因为大家都系呢几个月份咧先有假期。咁同埋我又覺得可以帶少啲衫褲，咁啊行李會輕啲。咁啊，咁我可以話你聽啦。咁只係第一日係咁樣嘅啫。咁其實第二日打後我都適應曬呢啲咁樣嘅天氣啦。
咗先。鳳鼻隧道就知道經過鳳鼻隧道之後呢就新竹市就嚟到啦。咁其實今日都做錯咗嘅，咁啊諗住好快踩完啦，咁所以就冇食到中午嗰餐，搞到勁攰。咁所以去新竹嘅時候，我哋未入酒店呢就先去食咗中午嗰餐先。在短短呢100公里的路程咧，踩到咁辛苦，咁啊真系失曬我哋預算。咁啊，最後尾就到咗我哋嘅新竹之心啦。
多谢大家收睇，咁下次再见啦。目前台风的最新消息，把时间交给子凤。好，没有错，我们要来关注。虽然现在看起来天气是非常好、非常晴朗的，不过呢，这一次的台风，不管是我国的中央气象局，或是我国的专家，再看各国的预测，都直呼哦，这个可能这一次台风是会侵台，也就是呢，要构成威胁，我们不容小觑。我们先来看到，首先这个是气象局所公布的路。